不要拍了，素颜呢，不要拍了。没有啊，就只是试吃到底有多少吃而已。这样有鸡肉吗？有，好做作。嗨 ，Hello。你现在有用力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觉得它连可乐都好喝哎。屁呀！好盲目哦。明天吃，还有我们一人拿一块腿起来吃。嗯，什么？有几个腿？两个吧。那这样拿一人一块，那怎么办？这是原味吗？它只有一块。没关系啊，不然就先拿一块。是没关系，那我们两个就拿。嗯，都拿。因为你要吃腿吗？没有，你要吃啊。一二三。很嫩的，腿排没有很干哎。嗯。有那种甜甜的感觉啊，有玉米味道。对啊，有，这是鸡吃玉米长大的、啊，咬下去外脆内软，就很像当年就匈奴在攻长城的时候。为什么外脆？跟那什么关系？为什么匈奴攻长城是外脆内软？就层层突破，就是那种特别味道，对，很特别，跟一般的鸡肉好像一样，还是猪肉啊？怎么样？还蛮好喝的、啊，你是觉得好吃哦？看来胖老爹是卖淫丝卷的专家。那你胖老爹十满分十分，你打几分？八。那麦当劳嘞？麦当劳可能九吧。拿破里，麦当很强哎。拿破里也是九。嗯，麦当劳很难吃。那我觉得有时候拿破里吃起来像假的，你不觉得吗？哦，对。那个里面的肉有点太弹了，就是 Q 到很像假的。对啊。完美到不像真的。嗯、是啊、哦。其实我已经忘记拿破里什么味道，那可能真的很完美吧。就像常想不起来 Angelababy 长怎样。你觉得这个可以播吗？不知道，好可怕。你不觉得吗？对啊，太完美了。所以我想 Angelababy 长怎样，好像就已经很完美了，没有特色很小啊。Angelababy 的粉丝，对不起。大家可以去试试看，胖老爹，如果你有耐心的话。那先去找一个小时打电话，两个小时，两个小时。可是好像只有我家这边才这样，因为我朋友住新庄那边，就随买随有。可是士林店也是要两个小时，两三个。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不知道。那就请大家去两个小时前打电话订订看哦。需代工，可是会打不进去，最好是直接去他店门口。不会安全啊！好，你有没有介绍一下你是谁？我是谁？